线上的学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师。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早上的课程。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课程主要是 COMSOL 升学的模拟。那我们也会做两个范例，一个是身故偶合的范例，那一个是这个音箱 BEM 的这一个声场的模拟。我们是皮托科技啊，我们在彰化。那我们除了 COMSOL 之外，我们也有其他的分析的软体，例如说像工业4.0或大数据等等。那我们也都会参加国内的一些研讨会，然后发表相关的论文。所以说，如果有相关的这一个需求，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做联系。那我们也有经济部的服务机构认证，可以给予最完善的咨询服务。那刚刚有提哦，今天我们早上会就 COMSOL 升学的部分来做一个讲解。那主要都是基础跟原则的讲解。那我们主要都是在于，就是说让大家知道 COMSOL 这套软体的一些主要的功能。那我们因为现在是线上哦，所以说整个早上到12点的课程，我们基本上会。预计大概我这边会操作40分钟到50分钟，会让大家先休息10分钟。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先在这一个通讯软体的问题区跟文字消息区来做一个提问。那我会利用空档的时间来做解说。那 COMSOL 的话，其实到6.0版已经有36个模组哦。那在 COMSOL 6.0里面呢，我们新增了一个不确定性的量化模组。那这一个的模组呢，待会我会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些运作的架构。那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利用 DOE 实验设计的方式来做一个参数的预测，让我们在模拟里面更能够贴近真实的状况。所以说，在6.0，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讲法哦，那就是说，我们从最早期我们在做物理数学模型的建构，那后来我们 COMSOL 呢有了模型建立器，可以去将这些数学模型变成这个真正的 CAE 的这个模拟。那在 CAE 模拟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利用 APP 建议器哦，这个 APP 建议器是5.0版的时候推出的哦，那利用这个 APP 建议器，我们可以将模型建立器里面的一些编译条件还有结果给整合起来，那你可以变成一个更简单、更简洁的一个画面哦。那再来就是说模型管理哦，这是6.0有了新的一个功能，那它可以将你不同的档案、不同的设定、不同的版本，然后做一个集中跟统一的管理，那你从这个模型管理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不同的版本它做了哪一些不同的设定。哦，所以说我们将利用模型建立器、还有 APP 建立器、还有模型管理器这三个，我们把它建构成一个设计跟制造的一个流程的一个工具。哦，你在模型建立器里面呢，我们可以利用模型建议器让模拟的工程师哦来做一个建模，所以说我们在建模流程基本上一样是依据有限元素法的前处理、求解跟后处理。那这是模型建议器的一个界面，那上方一样是工作列哦。那这边的话会有，就是它的左上角会有跟 APP 建立器跟模型管理器的一个切换的按钮。那中间这边呢是模型建立器的一个操作方式，哦，由上而下是几何材料，哦，这边是物理编译条件的选择，然后建网格跟求解，那底下后面这边可以新增后处理，哦，所以说 COMSOL 所有的模组都是在同样一个界面底下，哦，那这一边就是图形区，就是说我们将几何可以建构在这一个图形区里，那底下这边有讯息区，
哦，那如果说我们建了多少网格或求解的时间，那基本上都会从这边来做一个显示。哦，所以说我们借由这个模型建立器呢，我们在整个模拟里面，我们可以从模型的定义跟设定模拟，那建模工程师呢就会透过模型建立器去知道我们模拟的结果，也可以将我们模拟的结果呢输出报告。那我们在模拟完之后，其实有时候这个建模的工程师，我们将这个模型模拟完、处理完，那他可能会需要将这个模型给其他部门或其他工程师去做使用。哦，那这时候他就可以将透过 APP 建立器呢，将模型建立器里面模拟的边界条件跟结果做成一个简单的客制化的界面，然后让其他工程师去做使用。哦，那就是。透过这个切换钮，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 APP 建立器里面。那我们可以利用拖拉的方式去进行表单的设计。那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表单，也有那个样板的功能。你可以借由样板呢，直接去设计一个很快速去设计一个美观的简单的 APP。哦，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也都会跟大家做介绍。哦，那里面你在这个APP 建立器里面，你可以利用这一些表单，插入物件，哦，表单中插入物件的功能，哦，例如说像建立图片、按钮，或者是组合框、表单收集等等的功能来制作这个 APP。哦，所以 APP 建立方式现在其实比较简单一点，我们这个样板呢，这个表单都有样板，哦，那你可以选择你所想要的样板，然后去制作一个简单的 APP。哦，那这个 APP 它的样板呢，除了说否电脑使用的，哦，它现在也有就是针对像平板或者是智慧型手机使用的这一个样式呢，去制作这个样板。那经由 APP 建立器制作完这个模拟 APP 呢，其实就可以给其他的工程师去做使用。那设计出来的画面呢，其实通常就是我们可以建立工作列。然后我们的参数条件跟图形，哦，就是简化整个模拟的这一个流程。我只要输入这个参数，我就会知道我的结果。哦，我不用再去增加或减少过多的边界条件，让许多人可以更能够去轻易的了解这个 CAE 模拟。哦，所以说在整个专案的流程里面，建模工程师他将在模型建立器里面将模型建立出来之后，哦，APP 设计者也可以是模型模拟的工程师啊，这也是可以同一个，哦，这三个是可以让它是同一个，因为我是模拟的工程师，那我也可能是这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一个专家，哦，那我也可以借由 APP 建立器作为一个 APP 设计者，然后去建立一个 APP，那所以说 APP 建立器里面，我们也可以将输出报告这些功能，哦，给放进来。所以说，在整个专案流程里面，模型建立器跟 APP 建立器呢，它就可以再做到这方面的一个功用。哦，所以说我们使用 Console App 的七个理由，那当然最主要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各个部门呢能够有更好的沟通跟协调。哦，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在工业上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产品其实还没有开发出来，哦，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 APP 的这个功能，然后让很多客户可以去做使用，哦，或者是说让销售部门可以借由这个 APP 去展示去销售这一个产品。所以说，Console App 呢，其实让更多人可以去使用这一个 CAE 模拟，我们让它更普及化，更为平民化。那在我们的软体里面哦，其实，在应用资料库里面都有 Console App 的一个档案，那大家都可以开起来去做一个学习使用。哦，那你如果说对于某一些功能其实都有兴趣，那也可以在这个档案里面去找到说如何去建立起来。那我们近期其实也会出一本就是 Console App 的中文书，哦，里面也会教导大家说怎么去制作一个 APP。那
接下来讲到的就是模型管理器，在 6.0 版我们增加了这一个模型管理器，可以将你制作过的这个档案或 APP， 因为有时候在设定模拟的过程中，可能都不会只有，特别是一个比较大的专案，你可能都不会是只有一个设定的档案，你可能会设定好几个，甚至各个部门都会参与这一个模拟，那可能在提供材料参数上或几何上，它都会做一个修正。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模型管理，其实模型管理器会在电脑里面，在储存空间里面会开一个资料夹，那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设定的档案放到这个资料夹里面。那它可以去针对我们做过的模型建立器里面的这一个模拟的模型，还有如果是自己做的 APP，然后做一个管理，不同的版本或是不同的设定。那这一个经由这一个模型管理器，这个在上方在我们操作界面里面都可以一样是从左上角这边做一个切换。那切换进来之后，其实它就是每一个档案，你也可以把它分门别类去做摆放。在中间这一个模型管理器的这一个管制的这一个界面上，那你任选点一个，它这边就会有。这边这一个注解可以自己输入，就是说我这一个档案这一个版本的档案，我们是做了哪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的名称是什么，那也可以做一些附记，让其他部门或让自己能够更了解，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模拟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哪一些修正，那我们又做了哪一些事情。那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 Console 跟 AI 的预测，其实就是由我们刚刚有稍微介绍到的，就是那个确定性的量化模组。因为我们在模拟过程中会有很多参数，那每一个参数呢，其实基本上有时候我们其实都输入一个定值，但是在实际状况里面，它可能这个参数都不会是一个定值，它可能是一个范围值，例如说像材料。那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 DOE 的方式呢，在这一个范围里面，去帮我们搜寻说最有可能的哪一些参数，我们就是帮你做一个落点，那它就可以可能在一个区间里面去帮你找出30个参数，然后你可以再将这三十个参数放到 Console 里面呢去模拟一次。所以我们这边用一个简单的示意图。你如果说今天我有6个参数，那每这6个参数呢，我都帮再落点5次，当然你也可以24、30次啊，就是说每个参数你可以，就是说可以做很多个。那完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参数都放到 console 里面，那这样 console 里面的输出结果也会有很多个例如说像5个、10个、20个不等。然后我们再将这一些输入的参数跟输出的结果放到我们这个 AI 的模组，就是不确定性的量化模组里面的时候呢，它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个统计落点的分析，看看我们这一些输出的结果跟我们的预测是回归线跟这一个线呢，它是不是吻合那你越接近当然就是越准确，那你如果说比较距离比较远那它就比较不准确。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范围内输入参数。那我们界定出这一个范围的时候呢，有时候在这个范围内其实有很多值嘛。即使我们已经可能落点了30个、50个，那可能有一些数值我们还是没有计算到。但是在这一个 AI 模组里面的好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范围里面的，它其实计算完这么多值之后，它可以帮你做成一个统计表，那你如果这个值没有算到，你其实可以类似利用查表的方式去得知，有点像用内插的方式去推测说我们没有计算的。那经由上面的这一个统计分布之后，其实这一个也可以就是帮我们做最佳化、最大值、最小值的一个统计，还有就是说参数敏感度的分析。看哪一个输入参数
对于我们输出的结果影响是最大的，就是敏感度分析。那这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距离比较远，然后是比较不准，那我们可以针对比较不准的点，比较不准的结果，再重新去做这一个预测做计算，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那它也有自动串联的功能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界面底下，它你只要在 Tomzo 里面设定好前处理、网格跟求解器，那有一个串联的功能，可以自动去这个连接，自动去帮你做计算。我说它整个分析流程，我们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参数里面，我们做 DOE 的弱点的分析，然后再将这么多的参数呢放到 Console 里面去做模拟，那你会有很多组的这个输入参数，也会有很多组的输出结果，那可以利用这个模组呢去帮我们做一个统计跟分布，得知最大值、最小值，然后敏感度的分析。那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有了真实的一个实验数据，那想要跟模拟呢做一个比较，那就是找出说某一些参数，有点类似像逆运算的方式，那它也可以做这样子的功能，就是我们在 6.0 的时候，有一个 AI 预测的一个分析的流程。因为在未来 CAE 的模拟里面，其实这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参数值其实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越要贴近我们真实的状况。因为以前在模拟的时候可能是只有输一个值，那可能在模拟出来都不是那么的准确。所以说其实未来 CAE 的这一个模拟软体，特别是像 Console， 那我们都有推出这样子的功能。当然这个我们也有另外在开课啦，就是说如果未来大家上今天上课的学员如果对这一部分有兴趣，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了解，那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做解说。那在我们上课之前，我也针对 Console 的一些的几何建模跟网格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今天的学员上个学员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使用过这个 Console。那在 Console 里面，其实我们的几个功能非常的完善，也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以利用 Live Link for CAD 的功能，就是说你在绘图软体里面已经画好了，那你可以借由 Live Link 的功能，将绘图软体里面的几何呢绘到 Console 里面。那你也可以就是说透过 Console 内部有的绘图功能，然后去做建模。那如果我们是用载入，就是说我在绘图软体里面画完，那我可能可以把它绘出 STL 档、STEP 档。那 STL 档、STEP 档呢，它其实我们 Console 都可以有资源。那像 2D 的话就有像 BXF， 3D 的话就是像 STL 档、STEP 档这一些常见的，其实 Compto 都可以来做输入。那底下这个就是绘图功能，我们可以做到其实像非常多，现在其实 Compto 也有草绘的功能，可以直接在里面做图，那也有布林运算，然后还有就是说像阵列缩放等等。那程式化是比较进阶一点的功能，我们可以利用程式化去隐藏或者是说显示某一些几何，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元件资料库，就是说在 Console 里面，像如果我们画齿轮啊、叶片等等，那其实这个是比较像在工业上比较制式也比较固定的，那只是差异在于说就是尺寸或者是角度，那所以说可以在 Console 里面去选择你所要的图形。然后再修正它的这个角度啊、尺寸，它就会自动去帮你做一个生成。那再来就是刚刚有介绍，就是说在绘图软里面我已经画完了，那画完之后我就可以将透过同步的方式将这一个几何绘到我们的 Console 里面。当然这是双向的，在 Console 里面你只要设定好参数，
哦，那我在 COMSO 里面做修正的时候，这个绘图软体里面也可以跟着做改变。那这个就是几何修补的功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个图形绘进来可能会有一些破面，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修补，或是说我们想要做倒角、倒圆角的功能。再来就是说，一些特征值，哦，可能有一些细细小的破面，我们可以去做修补。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去分离这一个物件，利用一些帽面啊，或者是说缝补的功能，那我们可以取出说像中间的这个流道的部分，然后去做计算，或者是说检查干涉。我在现在功能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说你绘进来的这一些物体，它会不会有干涉面的情况产生？啊，或者是说一些细小的破面，我们可以直接去把它做删除。那像这个就是设计的模组，哦，那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在草图里面、草绘里面去做那个建模的功能。我们可以直接用拖拉点选的方式来去帮我们做一些重合啊、平行或角，或者是说垂直。啊，这是网格建立，其实网格建立跟几何是相当的有关系的。哦，那特别是你选择的物理域，比如说结构啊、流体、热传、电浆等等，它都会根据你所选的物理域呢，来帮你做网格的建立。哦，当然我们可以自己手动去调整这个网格的尺寸。哦，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者可以自己去控制这个网格。啊，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网格元素啊，例如说像三角形啊，在 2D 里面会常用的，或是 3D 里面会用到的。哦，那再来就是这个主要是讲边界层的功能啊，因为在流体或者是说像流布啊这一些模拟的时候，我们在这两个物理域的相交的那一个面上，我们通常有时候都会使用边界层，哦，让这个模拟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是说导入网格，哦，因为有时候可能大家已经有一些网格建立的软体，哦，你可以把它输入这个格式，然后可以将这个网格直接汇到 COMSO 里面来去做模拟。或者是说像输出，因为有时候像这种基金属合金它会膨胀，那当它膨胀之后呢，我们希望知道说这个膨胀之后的这个尺寸，那这个可以直接做一个绘出，那绘出的话可以绘出这种标准的格式，像 STL 打，那就可以直接来做 3D 列印的打样，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设计上是不是有问题。那再来就是自适应网格，自适应网格就变成说你在时间里面，像这个气泡上升，那它可能会对于这一个网格会有改变，哦，那这时候使用自适应网格，它可以自动去帮你做调整。或者是说我们在模拟这种高频电池的部分，像这个是波导，那我越高频的话，网格会越为细致，哦，那这时候使用自适应网格，它可以根据你频率的不同去帮你做调整。再就是变形几何跟移动网格，像这一个铜电镀，那我们在电镀的时候呢，铜极的厚度会增加，那它就会压缩到这个流体，就是这个液体里面的空这个体积，那所以在模拟里面的这个网格势必会受到一些压缩，哦，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利用变形几何的功能来做这一块，哦，那以往变形几何都是在结构里面，那 COMSO 可以将变形几何跟这个电化学类的这一个模拟呢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电镀啊，或者是说电解液这一些的模拟会更为简单。那再来就是移动网格，而移动网格主要是用在像流布耦合，哦，你流体会影响到固体，固体会影响到固体的移动，会影响到流体的流动。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移动网格去做一些双向耦合的功能。那我们介绍一下声学模组跟相关的一些案例。哦，那在 COMSO 6.0 里面呢，我们也有新增的一些范例。哦，那在 COMSO 的声学模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从简报里面看到，其实从压力声学
敏智性的声学就是比较像微小的这种电声元件，弹性波哦，声波如果在这一个固体里面做那个传播，我们会使用的是弹性波啊。再来就是说像声固耦合，还有机动声学，然后超音波哦，建筑声学，还有管道声学等等哦，这在 COMSO 里面的声学模组都可以去做分析。那我们这边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们做多重物理耦合，在多重物理耦合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个数学模型啊，例如说像赫姆兹的这一个波的方程式，还有热粘滞声学，然后还有 never stop， 就是说跟那个流体有关的，或者是说像最佳化，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加入移动网格。那在多重物理里面来讲，我们就会有像振动声学，然后压电材料、多孔介质的材料，然后甚至像气动声学、还有电声学等等，我们都可以去做。那再来就是很多种方法，例如说像用 FEM 跟 BEM 边界元素的方式。实际上我们今天第二个半立音箱的模拟用到，就是说像用 BEM 的声场的模拟，或者是说当我们有时候在音箱的模拟上，我们想要去探讨音箱内部的这一个驻波的一些反应，那我们用到的可以是 FEM， 但是又想要了解这个音箱在发声的时候对于空间的变化，那这时候外部的这一个边界我们可以用 BEM。那我们就是说将 FEM 跟 BEM 做一个混合的一个模拟哦。那后面建筑声学会常用到，就是说像线声学的部分。所以说从模拟的方法到空间的维度，然后就是说我们从很小型的这个 speaker 的单体引入到音箱，那我们也可以使用 TS 参数，就是等效电路，然后再模拟整个空间，那甚至像更大像音乐厅或演艺厅，那我们可以利用色声学的方式呢去做一个分析。在 COMSO 这点里面有一些新的案例，例如说像这个压电时间显示新的编列条件，那我们可以去做这一个超音波检测的一个模拟，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去像这个耳机的新的一个范例，然后再来就是气动声学。在 COMSO 线性6.0里面呢，我们声学跟流体我们制作了一个新的编列条件，可以去模拟气动声学的部分。再来就是大型的这一种模拟，例如说像这一个水下潜舰的这一个声场散射的模拟，还有就是说像这一个汽车车室的这一个声场的模拟，然后或者是做最佳化。其实在 6.0 里面我们其实有几个最佳化，比如说像对于弹波或者是磁回部分做一个最佳化的分析。所以说在声学模拟未来新的几个方向里面，第一个是大型的这一个模拟这个模型，因为其实有时候后面我们待会也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除了单体在发声之外，那它有时候我们在设计或者是在研发过程中，我们都会将这个模型跟量测字距做一个结合，那这时候模拟的模型就会非常的庞大哦。那这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借助这种大型的模拟的数值分析，或者是说时域哦，因为现在开始其实很多人会做到时域，例如说像刚刚介绍的超音波的检测，或者是说像这个大型的音乐厅里面声场的传播，那这时候我们用到的都是这种时域的分析。然后或者是说像最佳化，我们开始加入了很多最佳化的功能，然后这边就是刚刚有介绍到了很多种的方法 FEM BEM 或 FEM 跟 BEM 的这一个结合，然后再来就是说气动声学的部分，我刚刚介绍流体流动的时候引起的噪音。所以说 COMSO 是声学模拟最佳的使用工具，在整个不同的数值方法的结合，然后整个系统的分析，或者是多重物理域的耦合，然后我们 COMSO 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APP， 这也是 COMSO 的一些优势。
那这是多种方法。那这一个是应用到，就是说汽车在这一个声波在探测物体，因为比如说像汽车在倒车，那我们可以利用声波去探测后面的障碍物。哦，那这一个 CAMTO 可以去做一个分析。哦，那像动铁式电声换能器呢，其实里面牵扯到就是磁场，然后结构振动，然后最后就是说微型的哦，就是说狭窄的这一个声场的模拟哦，就是说像那个热粘式声学哦，所以说这一个都是非常的复杂。那 CAMTO 呢，可以借由我们这个多领域的这个耦合的功能去做到这一块。哦，那这个是多用那个动铁式换能器的这一个振动的状态。那再来就是压电换能器哦，因为压电换能器主要会牵扯到那一个压电材料的振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声场的模拟，然后特别是说如果你今天压电换能器是在水下做模拟，那这一个所需要模拟这个声波传递的这个空间又非常的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也可以用到 BEM 哦，这时候又需要用到 CAMTO 里面 BEM 的这一个模拟的功能来做分析。哦，那刚刚这个也有介绍过，就是说大型的这种声学模型，例如说像汽车测试的这一个声学分析。那在这一个我们 CAMTO 6.0里面呢，其实有针对车市的这一个范例去做改进。例如说，我们让这个求解时间变快，从原本要5个小时，然后我们提升到1个小时又是16分钟。然后再来就是说，将这一个求解的频率提高。它可以模拟到这个比较高的频率。再来就是说，在 CAMTO 里面，其实我们会做到一个，就是说像降阶，例如说我们在模拟这个电声元件，例如说像动铁式的这个耳机，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矩阵转换的功能，然后去中间呢，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矩阵。那我们只要知道说输出跟输入的一个关系。再来就是说，像降阶啊、CMS 啊，或者是说子系统，就是说我们先模拟这一个，例如说2个齿轮的碰撞，然后再将这个传导呢放到整个系统里面去做分析。然后再来就是降阶的功能，哦，这个有时候会利用在像随机振动的部分，它可以利用这个降阶的这个功能呢去做模拟。哦，那这个其实都可以再额外再开一堂课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降阶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先前我也有上过一次这个 RM 降阶的课程，哦，大家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做一个观看。哦，那这个刚有介绍啊，就是说那个矩阵转换，在这个部分呢，在动铁式扬声器这个地方，我们是用多领域，就是说磁场结构振动微型这种热粘式声场的这一个模拟，然后后面这一个呢，因为我们有时候要量测，这也是刚刚有提过，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微型的电声换能器的一个模型，那我们未来就会可能会加上这个量测字距，那这个量测字距呢，里面我们主要着重的就是在于声场的反应，因为振动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做完了，哦，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变成说我进跟出，那我出了这个地方，我们这边就设计成一个麦克风，这边会有个麦克风阻抗，好，我们只要输入麦克风的 RLC 值，然后去做后面的这个换算，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量测的时候的这一个频率响应。哦，所以说我们整个完整的模拟模型，哦，从这个耳机的这个集合，一直到这个量测字距，那 CAMTO 呢，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去做这个整个很完整的系统，这也是未来。甚至是现在哈，进行式就是说，CAMTO 已经都是有相关的范例，也都可以去做这方面的模拟。再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 CAMTO 有的一些电声元件，哦，例如说像 micro speaker 麦克风，还有就是说压电的换能器。那在扬声器里面哦，现在 CAMTO 可以有4种的耦合方式。第一种就是大家常见的动圈式的扬声器，啊，第二种就是说耳机里面也很常用的，就是说像动铁式的扬声器，再来就是说这个
现在目前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就是微机电扬声器，哦，那这一个的制程就是跟一般以往的这个电声唤人器比较不一样的是，这是用半导体制程去做的，做这个微机电的扬声器。那再来就是静电式的扬声器，静电式扬声器就变成说它用在那种比较高阶的耳机，就是用静电式的。那跟空间有关的这个声学模拟，例如说像房间啊，或者是演艺厅，刚刚有介绍的汽车声识，然后还有就是说像 HRTF 就是跟耳机的指向性这个模拟有关系的。那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工业界的案例啊，其实在工业界上就是三星电子，那就是用 COMSOL 来做一个分析，因为现在的智慧音箱跟商霸它已经没有办法再用以往的这一个设计的经验去做一个分析，这时候它就必须要用 COMSOL 去做一个模拟，甚至是对整个空间来声波的一个分析。那这一个的话是一个电竞耳机，他们利用 BMR 技术改变这个振膜的这个配重，然后去控制它的那个模态分裂，然后让它这个频率呢发生在它想要的地方。它利用的模拟的方式其实跟 loudspeaker 那一个范例是一样的，那它主要是用到这种磁声固耦合的分析，然后还有就是说对于声场的一个模拟。好，那我们也花了大概40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边也询问一下，就是说线上的学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文字消息区，或者是说像这个问题区呢，来做一个反应。那我可以利用空档的时间来做解说。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课程。那我们主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COMSOL 的界面。那介绍完之后，我们会休息一下，然后再去模拟再上今天这两个范例。那你如果说你打开 COMSOL 的学员，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会有模型精灵跟空模型。那模型精灵的话，你点进去就是按照我们刚刚3+6的建模步骤进行建模。那空模型的话，就变成说你进去之后再自己由页面去选择模型的空间维度跟边界条件跟物理域求解器等等。所以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使用模型精灵，然后我们会利用这边就可以选择空间维度。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一个几何是三维的，你就选 3D。 那如果说你是要模拟这一个截面，或者是说 2D 不对称的这一个截面，你可以选 2D。 这两个就是一个是其实这个 2D 轴线就有点是像圆柱体状的，那你模拟完之后你可以用一个 2D 轴线的一个方式。那 1D 跟 0D 的话，主要我们有时候会用在这一种等效模型，我们就会利用 1D， 像电池电池类的，我们可以去用 1D 的这一个模型，我们去模拟正极、阳极、正极跟负极，还有说像电解质的这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 0D， 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数学计算，我们可以用到 0D 的部分。那整个空间维度来讲，我们点我选择完之后可以选择相关的物理域，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选择。然后玩，例如说我先随意选一个，我这边是先针对 COMSOL 的建模的流程，还有就是说它的界面做一个介绍。那你选择完你想要的物理域之后，你就可以去做求解器的选择。那 COMSOL 的话来讲，它会根据你所选的物理域去决定说你会有哪一些求解器可以使用。那我选择物理力学，那它就是会先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么多个这个求解器。
那进来之后，我们其实会看到，就是说，像上方这边是工作列，那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建立器，中间是我们的设定区，旁边这里是图形区，那我们可以把图形汇到这一个图形区里面来。那底下这边是这个讯息区，你可以就是说，在求解的过程或建立网格的这一个数量，还有就是说我们求解的时间。它都会很简单的出现在这里。哦，那我们在计算过程中，它这边也会显示出说，我们计算的一个过程，一些参数。然后我们在这个图形区也会跳出这个收敛图，你也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计算过程中，它是不是会收敛或不收敛。那我们主要在这一个模型建立器里面来讲，哦，那我们这边有几个。然后选择材料，然后物理边界条件等等。那我先简单建一个几何啊，我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建模的过程，因为有一些今天上课的学员可能有一些人他没有用过 COMSOL，那我先简单的操作一个范例，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 COMSOL 是怎么去做一个建模。我们在 COMSOL 里面建模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这一种。这一个直接选择你所想要的这一个物体，然后再输入参数。那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绘图里面，我们在这个，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绘图平面里面呢去做一个设计。例如说，我们点选一个绘图平面，那我们在这个绘图平面里面，我们可以利用草图的功能来作图。那你作图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画一个正方形也好，或者是一个圆形。如果我们画了一个正方形之后，其实你在绘图平面上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已经画了一个区域。那我们可以把它直接长成一个立体的图形。那就是一个物件，当然我可以直接选择一个立方体，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因为在作图里面，其实你可以根据这一些工具来使用，然后绘制你所想要的图形。那这时候就是形成一个简单的合一件。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新增材料。那在 COMSOL 里面，我们可以直接从资料库里面去新增我们的材料。那你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这些材料参数了，那你可以使用空材料，这个然后自己输入这一个材料参数。那我们可以先随意选择一个，比如说像铝的这一种材质。那选择第一个材质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带入所有的区域。那在固体里面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所想要的边界条件，例如说我们固定一边。然后我们给一个简单的边负载，给我们边负载，我们简单给一个边负载，然后给予一定的负载力，例如说-10啊。所以说我们建模3+6的部分，我们在前处理阶段，我们会设定几何材料，选择我们要的边界条件，然后建立网格。哦，那 COMSOL 的话可以自动帮你建立网格，也可以就是说像刚刚介绍的，我们可以自己去新增我们所想要的这一个网格的元件，哦，例如说像任意四面体，或者是说我可以用扫描的方式，最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求解。那简单求解完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模拟的结果。哦，那后面我们就是直接在输出我们的报告跟简报。那完之后，我们可以将这个模型呢，透过 APP 建立器来做一个简单的 APP。那 APP 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就有很多个样板的功能，可以让大家去做选择。那待会呢，我们会上第一个范例。哦，就是说现在一个深度耦合的模拟，那我们会再由深度耦合的模拟呢，来
做更进一步的讲解。哦，那我们这边解说的就是说这一个我们整个模拟的这 Comsol 模拟的这个操作的过程。我相信这个范例应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随意画一个图形，然后做一个简单的模拟。那这边也询问一下，就是说线上的学员是不是有问题？好，如果说线上的学员没有问题，那我们预计现在先休息10分钟，因为我们大概也上了大概50分钟了，那我们就大约休息10分钟。那你如果说你有想到一些问题，那你可以先在这个问题区跟文字消息区来做一个提问，那我会利用时间来做回复。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
线上的学员大家好，哦，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操作的范例。那我们今天的两个范例，都不会太困难。哦，那其实主要就是让大家熟悉操作这一个 console，那也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模拟是怎么去执行。那我们第一个范例的话，主要是做一个深固耦合。哦，那这个深，那外面这一个我们是用液体啊，这样其实不影响。哦，那我们会给一个入射的声波，所以说我们在这一个参数的设定上，我们会给予尺寸，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入射声波的这一个方向，然后去看说这一个声波经过这个固体的时候的一个变化，哦，那当中其中我们在模拟的时候，我们会考量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加入固体，哦，它我们会在固体里面设定这一个材质，那我们这边是铝。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模拟里面我们不加入固体，哦，那它会把它视为一个硬边界，就是里面这个圆柱体，它其实会视为一个硬边界，我们就称为硬圆柱，哦，那其实你有加入，其实从图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声波通过这一个固体的时候，你有加上材质的时候，它的穿透损失其实是比较大的，哦，因为那个声压这边比较小，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这一个方式，那我们会利用这一个模型呢去做一个声固耦合的模拟，也跟大家介绍这个 COMSOL 的模拟流程。那一样，我们是打开这一个 console 哦。那打开 console 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一样是从模型精灵来。哦，那从模型精灵，那我们选择的空间维度就是三维。那我们选择的这个物理域呢，就是深固耦合。哦，那其实，在 COMSOL 里面呢，其实像深固耦合，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做好了这一个边界条件，那我们就不用自己加入声波，不用自己加入结构力学，然后还要再手动做耦合。所以你这边选择的呢，是深固交互作用底下的这一个深固交互作用频率。哦，你点两下或按新增，它会到底下的已新增的物理界面，那大家其实可以发现说，你点选的这个深固交互作用频率呢，旁边这边会有简单的解说，我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一个边界条件。那对它点两下按新增，它会出现在底下已新增的物理界面。那这个已新增的物理界面呢，它其实我们这个深固交互作用频率其实里面用到就是说这个声压频率跟物体力学两个物理界面。哦，那在 COMSOL 里面呢，其实我们会用一个多重物理量。那这多重物理量它其实就是帮我们做了这一个声结构边界的耦合在这里，所以我们的耦合的这一个边界条件呢，它是帮我们放在这一个底下，它其实就是已经帮我们都整个整合起来了。那你下一步就可以选择研究。那我们还会根据说我们选择这个物理边界条件呢，去建议说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一些求解器。那我们选择的是频率，对频率点选频率之后按完成，或对频率按两下，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操作界面。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界面。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可以先汇入参数。
唯独参数的话，其实可以从这一个，从直接从档案载入这边直接做一个开启。我今天早上我在这一个讯息区、文字消息区有贴一个 Dropbox 的连结。那这个连结呢，是我们现在会用到的这一个参数。我就把它点选进来之后，你会看到底下的参数。我那下载的位置我有贴在文字消息区，大家可以到文字消息区来下载。不知道大家在下载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可以现在跟我回复一下。都没有反应问题哦。载入，你点选这一个全域定义底下这一个参数的时候，那我们你会看到底下这一排有工作列，那你我们下载的这一个早上我给大家的这个档案是0506这一个，里面有两个档案，第一个是这个 parameter 就是说我们现在会用到的这一个参数。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等一下第二个范例会用到的 speaker 的这个档案。然后我们看大家把它储存在哪里，我是放在这个桌面里面。那其实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踢上去啊，只是说节省那个时间。然后你要载入这一个参数的时候，从底下这边有一个从档案载入。你点选之后呢，你只要找到你那个储存的资料夹，点选这一个 parameter， 点选开启，那个参数就会把它汇入进来。那我这边解说一下，我们汇入的这一个参数，主要第一个是求解的频率，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是在水下的一个模拟啊，那声波在水里面传递，所以我们求解的这个频率其实比较高。60K，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 R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画的那一个空间的半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画那个圆柱的半径跟高度，我们其实是把它做一个参数化。那底下这两个呢，一个就是它的入射角，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个方位，大家其实可以从这边去看得出来，我们借由这两个方位角，我们利用这一个三角函数的这种空间关系，把它入射成 K1、K2、K3， 就是三个波长数。主要其实就是说，我们要从这边去做一个入射。那大家其实可以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数学运算啊。你只要定义出说你的角度，然后我们利用 sin 跟 cos 的这个关系，那你就会发现说，后面算出来只是 0.75， 然后负 0.4， 负 0.5。那这一个组成 XYZ 的这个入射，那这个是我们先定义好的，那这个是可以去做一个修正跟更改，这是可以做修正跟更改。那待会如果我们把它做成 APP， 那大家可以直接从这边去做一个修正，然后去做一个计算。好，这是汇入参数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先建立我们第一步是几何。那我们点选几何的时候，这边单位长度单位要把它改成 millimeter， 这样子的话，我们主要是示范说怎么去做这个声部耦合。所以说，我们这一个单位长度我们把它改小一点哦。你如果算公尺，我们就算得很大哦，我们把它改成 millimeter。好，那现在我们先画第一个圆柱体。好，那点选这个几何这边，这边有一个圆属性。这边有个圆柱体，你把它点选下去之后，你可以输入我们的半径，
那这个半径呢，其实就是半径跟高度，其实是我们这边刚刚有定义的 R0 跟 H0。那我们就输入 R0 跟 H0。画完之后，我们可以先建立选定的，大家其实就会发现它已经先帮你画好，然后这个高度是20 mm，然后半径的话是5 mm，跟我们这边设定的是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改变它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底部呢是这个从零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圆柱体的这个底面呢是在这个。应该说它的底部的中心点在原点上。哦，那因为我们待会画圆球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去更改那个圆球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圆球的中心点坐标是在这个底下，所以我们会把这一个圆柱体的位置呢往下移。那你要把它往下移呢，你其实就是输入负 H0 除以2，就变成说你这个底面的这一个。这个位置呢，会是在这一个圆柱体高度的一半，然后就会往稍微往下。那这个时候，原点呢，就会在这个圆柱体的中心点。那待会我们外面再画一个圆球，把它给包覆起来。好，今天我们画的这个几何其实没有很复杂。然后再来就是画一个球体，那球体的这一个。半径也在这边哦，就是这个 R，就是模拟空间的半径，所以我们输入的是 R。那我们要建立选定，你就会发现说，可以从这边线框哈，你就会发现说，你画的这个圆柱体，被我们第二个画的这个球体给包覆起来。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刚刚你的这个位置这边输入的是零。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这一个圆柱体画是比较高哦，所以为什么刚刚要把它给往下移的原因在这里，先让大家知道一下。那这边也稍微做一点简单的提示，就是说，在我们几何里面有建立选定的跟建立所有物件。如果说我今天画了第一个圆柱体，我就点选建立所有物件，它会全部生成。但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说，这里其实还没有形成合一键。哦，那如果说我点选第一个圆柱体，我就建立选定的，它只会显示第一个你画的物体。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绘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绘制好几个图形，不是只有画一个。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去检视说我们画的过程中是不是哪里会有问题。然后最后呢，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选定你目前所画的这个几何。然后最后把它形成合一键，哦，那这一个的话，其实有时候他们只会自动帮我们做生成，哦，但是你回到这一个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还没有形成合一键。那这是一个小地方，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像多体动力学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把它形成组合键。那多数情况下，我们会使用合一键。那这个其实有时候如果你的图形是绘进来的。那如果你有破灭，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形成任何意见。那在这个时候，它才会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那基本上，如果说你没有注意到，其实 Camtasia 会自动帮你做一个生成。只是说，这边的习惯就是说会先去确认说它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合意见。因为基本上如果说你都是在 Camtasia 里面画的，那基本上你形成合意见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画几何的部分。不知道说，线上学员有没有问题？就是说，在绘图这个部分。好，那没有问题哦，我们就继续。再来就是说，我们绘图完之后，我们先建立我们的选择区。哦，那这是一个功能的讲解啦，就是说，我们先让大家知道这些功能。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在后面编程里直接去选，这个也是可以。
哦，那只是说我们介绍一个这个选择区的这个功能。那你在做成 APP 的时候，你可以去选其他的地方，或者是说这一个未来你在做其他模拟的时候，你可能选择的这一个编译条就会选择很多次。那你可以利用这个选择区去做一个类似有点像资料集的这种概念。那我们对你点选定义，然后你对它按右键这边会有个选择区，可以点选精确。哦，那你也可以从上面这边去做选择，这个是一样的。那你点选这个精确之后，你可以把它输入一个流体区。这个流体区域呢，我们选择是区域一。那再来就是我们里面的固体的区域。固体区域的话是里面的区域二。但是如果你外面有一层球体你选不到，你可以将滑鼠放到这个物体上，动中间的滚轮，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去做一个切换，然后在我们左方这里就会出现这一个你所选择的区域，那这时候你才是选择到区域二。哦，那这一个旁边这个新的这个显示的功能是在6.0版的时候有的，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你现在点选到的是哪一个区域。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输入这个辐射边界，那这个辐射边界呢，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整个，哦，你可以选择所有区域，然后在这个输出本体呢，我们可以选择临近边界，这临近边界就是说我们只选这个物体的边界，哦，外部或内部的边界。哦，那我们现在选的是外部，就是说这个球体的外部的这个边界跟里面圆柱体的这个边界。好，那因为我们现在画这个几何，其实只有一个边啊，所以说你不管选哪个，它其实都是只有显示这个边界而已。那再来就是选择这个固体的边界，这个精确上我把它注记一下。那这个就是固体边界。然后固体边界的话，我们选择是区域二。那我们这边一样输出本体是边界，所以它待会我们选择的时候，它就不是区域，它就是边界而已。它待会选择到的就是这个固体的边界。好，这是前面定义的部分。那我们再来就是选择材料。那刚刚有介绍过，就是说我们要选择材料可以从空材料或新增材料来。那我们点选新增材料，那我们可以从内建的来选择，内建底下这边有 water 哈，就是水。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铝，那铝的话一样是里面这一个，这边也有这个内建的这个材料，那我们点选两下。那我们这边做一个选择啊，这个水的部分我们其实就选流体，哦，这时候我们直接就从这一个选择区这边来做选择，哦，从这边直接做选择。那你这一个铝的话，我们就直接选择固体的区域，哦，所以说这个的好处就是在于说，未来你可能做比较复杂的这一个模型的时候，你可能要重复去选择这个边界条件，或者啊重复选择区域或边界。那你利用这种方式呢，你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哦，就是不用重复一直选。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选择这一个，你看到这边材料可能还会有打叉，你就会发现说，哎，水为什么会请你输入杨氏系数的补充比？那是因为我们在固体力学里面，我们也加入了流体的区域，所以说，有时候有些学员会询问说，我们要输入哪些材料参数？其实材料参数的选择，你要输入哪一些，是根据你所选择的物理域而定的。哦，待会我们这边修正完之后，它这个差就不见了。哦，那你点选这个升压频率这个地方，我们一样这边是把它改成流体。然后因为这是我们在水里面啊，所以你的参考升压其实是1 μ 帕，而不是20 μ 帕。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生涯评率里面，所以大家这边也可以发现说这个铝的，我们把铝剔除掉，在生涯里面剔除掉，所以它就不会要求你输入申诉跟密度。好，那我们在生涯评率里面，我们如同这一张，我们是给予一个外部边界的这个辐射，所以我们给予一个辐射边界。这个辐射边界其实就是球面波辐射。哦，球面波辐射就是说我的辐射场来源，你看这边是原点，那我们但其实我们不是用原点，我们是用入射的这一个声波，我们待会可以从这边做设定。那我们这边先选择我们辐射波的边界，我们刚刚有设定一个辐射边界，那就是帮你去选择这边说外部的。好，那你对这个球面波辐射按右键。这边有一个入射压力场，哦，那你选择这个入射压力场，它其实就是说我的这一个入射声波是从外面进来。这个球面波辐射其实就是说，如果就是你在这一个辐射场来源，你输入的这一个位置，哦，那它其实就是从原点做辐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这边我们没有设定，我们给它一个入射压力场，那从这个入射压力场，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设定，然后等于说它是从外部的这个边界，那这个球面波辐射就变成说，如果你是从原点，你的声波到达这一个球面波辐射的时候，它继续往外做扩散。那我们压力场的类型，我们就选择平面波。那我们简单的这个压力振幅，我们给一个1帕。然后申诉的话，其实我们就从材料来就可以了。哦，当然你要输入申诉也可以，那但只是说在空气里面是大约343，然后在水里面的话大约是1500。然后这个波方向，哦，大家我们这边其实有输入的，就是 K1、K2、K3。那在输入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大小写它会有区别，所以你输入的 K 要是小写，不能是大写。所以我们这边输入的是 K1。那这个就是 K2，那这个就是 K3，然后选择完之后，这个材料，哦，我们是要选择是水，这个材料是水，然后在固体里面呢，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没有做其他选择，我们只有在固体力学这个地方，我们选择了固体区域。到这边 OK 吗？就是说线上的学员到我们这个编译条件的设定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我们今天设定的这个编译条件其实都不会太复杂，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怎么去模拟，啊，怎么去操作，怎么去设定，还有就是它整体的 console 的一个功能。然后再来你会发现说在这一个水这边，它就只有要求你输入密度跟申诉，刚刚的杨氏系数、泊松比都已经不见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固体力学里面，我们只有选择固体的区域，先让大家知道。那你这边如果有开启哦，跟大家讲一个快捷键，就是说你可以从这边直接把它收起来，因为我们现在要建网。稍微停一下，就是说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边其实也可以打开看一下，就是这个多重物理量这边有一个生结构边界，你就会发现说，在流体就是我们所谓的声场跟固体就是里面的圆柱体交接的这个面上，就是它做耦合的地方。哦，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生结构边界耦合的地方。那这一个的重要性在于哪里？就是说，如果你在模拟的过程中，你会做到这一种生固耦合的模拟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我们缺少了一些边界，如果在建模上你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贴近真实，例如说如果我这样子建模，那我可能在建模的时候，哦，这个生结构边界我们只能选到最上面，底下这四个面跟最底部的面我可能没办法选，这时候你模拟出来的声压值就会比较小，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固体的共线量就变得很少，那这时候你的模拟就真实那个模拟出来的数值就会跟你真实的数值就会差很多。
那个差别在于这里，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建立一个网格。那建立网格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就是用手动，你也可以让它自己切啊，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们手动去切，我们选一个任意四面体。那大家会发现说，你点选的第一个网格的元件的时候，它网格底下自动出现一个尺寸，那这个尺寸是控制所有的物体的。那你也可以针对说某一个部分局部再去做加密，这个也是可以。那我们整体的这个网格尺寸呢，因为这是跟声波有关，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其实也不是公式啊，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一个元件尺寸上要跟我们求解的频率是有关。那我们刚刚有讲，我们求解的频率是 F， 就是这个 60K。这个 60K。那所以说我们最大元件尺寸要是我们求解频率跟求解频率的波长是有关的。那我们在水里面的速度呢是1500。那频率呢其实速度除以这一个波长呢其实就是速度除以频率。所以就是我们的，这边少一个除。那最大的元件尺寸我们就是跟波长有关。那我们一个波长，那我们在这个网格里面呢，其实如果说你一个波长过来，那我一整个网格元素里面就只有一个波长，这样子的话有时候在计算上可能不是那么准确。所以说我的网格尺寸，最大网格尺寸一定要比我的波长还要小。那这样子的话，我每一个才能够去确实每一个网格里面才有办法确实去计算到它那一个每一个波长里面的这个数值，所以它要比，所以我最大元件尺寸要比我的波长还要小。通常我们都是取六到十，就是除以，就是小于六到十左右。所以我们最大元件尺寸，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去做一个计算。那这边我们可以将这个内部的这一个固体区域再把它更为细化，所以我们在这个任意四面，因为这边是剩余的，剩余的其实就是说全部剩余的，或者是说你如果整个几何是整个全部的几何去做网格的建立，那你可以针对这个任意四面体按右键这边有一个尺寸，那你这边选择的就是固体区域。那最大元件尺寸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啊，我这边是定义3，再让它更小一点，然后你建立全部，我把它打开，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它这一个网格，我们把它其实也没有切得很细啊，你3的话其实也没有，如果说像刚刚如果是6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会更粗一点，那我就是把它改成是3。它就会细致一点。那我们在研究一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勾选产生预设图，那你计算完之后 ，Comptor 就会自动给你那个升压图或升那个伸长图。那我们先把它勾选掉，因为我们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画出这张图啊，这张图我们待会也会画。那你勾选完这个产生预设图，然后我们再点选这个频率，那我们的频率是 F。那在第一步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先不要固体力学，这个你也可以勾掉，我们这两个就不用，因为我们没有这一个第一个研究仪，我们就不考虑固体。完之后你可以先点选计算，计算完之后，因为我们没有勾选产生预设图，所以你不会发现有任何的预设结果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新增一个研究，对这一个上面这个研究，你可以再新增一个频率，你这时候就会有研究2。那研究2的话，一样，我们这边一样是不勾选
产生预测图，然后在频域这边呢，我们一样是输入 F。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了这个身故偶回，然后完之后你就可以计算。所以我们设计了两个研究，第一个研究我们不考虑固体，第二个研究我们考虑了身故偶回。那计算出来完之后，其实你大家会发现说，在我们计算两个研究。那在资料集里面就会有两个研究的资料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建立这一个切线，我们其实要在这边切一条线，让知道说这个声波穿透过去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一个圆柱体它会有什么变化，那我们就用切线 3D， 那大家就会发现说切线 3D 预设它的资料集是来自于研究一。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画的这条线它有通过这一个圆柱？其实可以很简单，你可以先画按一个绘制，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条线它其实没有通过整个圆柱。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在这一个圆点这个地方啊，它其实就是类似这两条线嘛，两条线有两个点，一条线有两个点，那两个点我们就是输入它的坐标 ，NFR 乘以。K1，那个 R 就是说我这个整个半径，整个模拟空间的半径。那 K1、K2 呢，就是说我这一条线通过的这一个，我画的这一个方向跟我入射的这一个声波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才要 R 乘以 K3。所以当大家这样子输入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条线其实它就会通过这个圆柱。大家就会发现这条线其实就是它画的这一个角度呢，就会跟我入射的这一个方向是有关的。那它也会通过这一个圆柱。那研究二其实就不用再额外再做一次了，你直接对这一个切线 3D 按右键，这边有一个重复。那你这个切线二，你只要把这个资料集改成研究二就可以了，大概研究二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是画出这一张图，画出这张图。那我们就点选第一绘图群组。这个标签我就不改了，就是深压。直接就写一个简单的声压就可以了。然后绘图设定的话，这边其实可以去设定这个旁边的单位。那我横走的话，其实是5场。那 Y 轴的话，就是我的 DBSP 了。这边就 DBSP 了。再来我就是都画线图，这边有一个线图。那我第一个线图呢，其实是去抓切线切点切线 3D 的第一个。那这边直接就我们可以把它选成声压级，因为这个 P-T 这个是声压，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DB。你可以从这个 TI 表示这边来，然后从这边去做选择。这边有 DB， 那我们为了区分说两条线索的话，我们在这边图例这边可以加一些注解，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硬轮柱，那我们可以画出第一条线的，就是说这个声波通过这个圆柱。之后的一个声波的损失，那你一样就是说我对这一个线图一按右键，我直接重复，那这时候你的资料集就要选择第二个，那底下这个图例呢，你也就是可以把它改成铝圆柱，因为我们的材质是设定成铝的。你就会发现说铝圆柱你通过了这个
你这原住之后声波就会比较低啊，所以说你有没有执行声固耦合，对于实际上的这一个模拟的效果是会有差异的。那我们再画一个，就是说 3D 图，就是说我们在声波通过的这一个圆柱的时候的一个差异。我们选择一个就可以了，我选择研究二。那这个的话是声压即位有关的。那我们给予一个表面。那这个表面的话，其实我们选择，因为研究二才有固体嘛，所以为什么要选研究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固体的这个位移量。那色彩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做选择，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颜色，你就会发现说这边会有一个位移量。然后你可以对这个表面的按右键选择变形，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圆柱体变形的一个样子。然后再来，我们选取一个切面，就是声波传递的这一个状态，我会选择一个切面。那这个切面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声压级，从这个替代表示器这边来，把它改成一个声压级。那这时候这个面，如果说你直接按绘制，你就会发现有五个面。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面呢，因为你这个面你会发现它说它是跟 YZ 有关，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这个平面是选择 YZ， 那我希望说这一个面我是跟 XZ 有关的，所以可以改成 ZX。那我五个面可能太多，我们要改成一个。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就切过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声波入射的时候，跟我的这一个圆柱体的影响。那最后你可以再加一些箭头，或者加上一些流场都可以。你如果加上一个箭头面，然后呢，我觉得我这个要跟加速度有关。你可以从底下这边，我可以让箭头数多一点。然后这一个呢，我可能是跟箭头头部有关，然后可以让它小一点，你就会发现说它这个箭头的样子。那我整个模拟完之后，最后我就可以把它输出像简报。我把它输出成一个简报。那我在输出简报的时候，我也可以用这个预设的样板，或者是说我制定，例如说我使用我们公司的这一个简报，我可能可以用4:3的，然后直接按，然后再储存我的要的位置。直接存档，然后按写入。那在它写入的过程中，它是否会有问题？这是我们第一个范例。那这时候我们刚刚做的所有事情呢，就可以输出这个简报。那这个简报也可以使用样板，这个样板就是我们公司的样板。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 APP， 透过这个发展者，然后这边有个 APP 建立器。
然后使用表单的方式去建立。然后呢，比如说我只要选择一个样板，然后我的内容就只要选择我所要的按钮，像这边有预览区，我上方我可能可以选择什么样子的功能键。研究一是不考虑这一个物体，研究二是考虑固体，那我绘制的结果，然后简报，然后我可以输入我要的参数，这个其实都不用选择这个参数，那我可以把这个入射角的这个角度呢，直接把它选进来，大家可以直接做修正。然后我输出，这个是我们没有输出参数了。然后图形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显示的这个图形，我们可以先预设一个几何的，我们就按完成。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先测试应用看看。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APP。那几何网格，我计算完之后会有升压跟位移量。那如果说我改变这个圆，那如果说我要改变这个圆柱的半径，比如改成2.5，我圆柱就比较小，那我可能就也可以更改我的模拟空间的半径，比如说25，然后重新建网格，然后后面计算。然后就会得到一样的这一个模拟的结果。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范例，我们的 APP。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大约5分钟。我们休息个5分钟，5到10分钟。然后如果大家线上学员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在问题区或消息区这边来做提问，那我会来做一个回复。那我们现在时间大约是11:10，那我们休息到，我们休息个5分钟，让大家休息一下，然后也可以整理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你也可以就是说，趁这一个时间制作一下输出报告或简报，然后或者是说，建立一个 APP。
那线上的学员大家好，那我们开始最后一个范例的课程。好，那关于第一个范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哪里就是在做讲解的？好，那如果我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续今天第二个课程。那第二个课程就是说，第二个范例其实我们就是模拟一个 BM 的生场。我刚刚其实我们的那一个生场的条件是一个有限空间，我们有给它一个圆球体的区域。那这一个 BM 呢，我们基本上就没有给它一个空间，就只有物体本身。那我们的建模呢，就是一个 speaker。哦，那我们待会地板跟墙壁呢，会是利用这个我们对称面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就是一个硬边界的对称面去做。哦，那我们会输入这一些参数去把它画出来，然后在后处理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很类似刚刚我们所做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输入的这个音箱的这一个档案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的两个，哦，一个是参数嘛，那另外一个这一个就是 speaker 的这一个档案。哦，刚刚有人留言哦，那我回复一下，就是说你改变几何可以改变网格尺寸，可以，你那个网格尺寸也可以，就是说，把它汇到这个 APP 里面来去做修正，这个我待会可以示范一次给你看，这样 OK 吗？哦，就是说，因为刚刚我改的只有参数尺寸参数嘛，那你也可以把网格尺寸的这个参数呢，变成这一个全域的参数。那你变成全域的参数之后，其实就可以，放到这个 APP 里面来去做修正，那这样网格的尺寸就可以更改。这样子应该 OK 吗？哦，是是是。那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哦，那另外一种方式我等一下做示范好了。它其实就是它有一个资料存取的功能，哦，把它你没有设定成参数的这一个变数，你也可以把它放到 APP 里面来。哦，那我待会做示范。嗯，好，那有问题的话先提问啊，我待会再看一下，因为我这个刚刚没有看到那个问题区的东西跳出来，但是我点了之后才又再跳出来。哦，那一样，我们使用的空间维度一样是三维。那在三维里面呢的话来讲，我们这一次选择只有这一个声压边界元素，只有这一个声压边界元素，你可以对它点两下，它一样会新增到这个已新增的物理界面。那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一个是声压边界元素，所以说它在研究里面就只有频率让你选，因为它目前也只有资源频率的部分。好，那我们可以先输入参数。我们第一个参数的话是 F0，
哦，那我们求解的频率是一 k 二子哦，你输入一千，然后后面输入单位的话用中括号，这个描述哦，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而、啊、你如果不写的话，待会到 APP 里面再显示。啊，如果这边有描述有写的话，就变成说在 APP 里面就知道说，哦，这个变数代表是求解的频率。那申诉的话，因为这次是在空气里面，所以它就是343。那这个是空气密度，那空气密度的话是1.2。这个是空气密度。好，再来就是波长，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我们在跟声波传递有关的这种范例，在建立网格的时候，我们的网格尺寸跟波长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波长。那波长就是速度除以频率嘛，所以就是空气中的速度就是 C0， 除以我们求解的频率就是 F0。那这个就是波长。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一个桌子的高度跟地板，哦，所以说我们定义这一个桌子的高度，哦，那这个桌子的高度其实是根据坐标来的，所以我们这边是会设定一个叫-0.17。为什么会设定成负的？这个高度为什么设定成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是跟坐标有关，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们在做图的时候，这里是跟坐标有关。那如果我让它是负的，让这个高度是负的，哦，这只是一个显示，就是说，这个桌子的高度呢，它的那个点哦是负的。因为负的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定义出说地板的位置。所以这边是一个 Z 的 low， 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定义这个地板的位置，然后后面这个就是墙壁的位置，哦，0.5。地板位置，因为我这边设定成负的嘛，这样我就可以去把它剪掉。所以墙壁位置有 X， 哦，这边设定成0.7或0.5都可以哦，这边是设定成0.7，哦，这参数是可以改哦，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做修正。那我们这边是上课范例，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打0.7。然后我们也会给一个振膜的速度，就给0.01。那这个的话就是振膜速度。这是我们的参数。我这边解释一次哦，这个桌子的高度呢，是我们汇进来的这一个桌子哦。那我要去定义说这个地板的位置，那位置跟坐标是有关，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桌子的高度我是给负的，那个原因是这么来的，因为我要去定义到说这个地板上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待会会给予一个应变界，那这个应变界它所使用的是坐标，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这边是给的是负的，然后。这个墙壁我这边只有给一个正的，那个差别那个原因在这里，先让大家知道。
关于输入参数有没有什么问题？嗯。好，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那我们再来就是输入这一个几何。好，那我输入几何的时候，我一样是用载入。那这个几何呢，是在今天有给大家另外一个这个。那你只要把它建立成做物件就可以。其实这个上网也有这个范例啊。那这个范例你打开看的时候，它其实是面向这一边。哦，那我做一点修正啊，我把它让它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比较符合大家看到的那个三视图的样子。那其实，我们做 BEM 呢，其实我们就是模拟外部的这个声场，外部的这个声场。所以说，我们加入的这个材料参数其实就只有空气。那你点选完空气之后呢？其实我们是外部的这个空域，所以我们这边是选择所有空域，哦，就是一个无限空域。所以说，在这个边界元素上面来讲，我们一样也是选择所有空域，你就会发现这个材料这个叉叉是不见的。哦，它所谓的无限空域就是外面这边，哦，我们会根据这个物体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刚刚早上在简报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要再加上音箱内部的这一个驻波，就音箱里面那种声波在传递那种驻波的现象，那里面用的是 FEM，外面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你可以用 BEM，可以用 BEM。那选完之后，我们这边一开始，我们这边有界定这一个硬边界。那硬边界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开一下，你把它打开，变成一个声硬边界。哦，你如果是软边界啊，软边界就是用在水，比如说像声呐，声呐在海里面，它可能在水面下，那它上面的那个参考界面就是水。哦，但是如果是水的话，就是水面嘛，那它就是用软边界。那我们现在后面这个是墙壁，哦，那墙壁的话，其实我们用的就是硬边界。那再来这边也提到一个，就是说，你打开它的坐标位置是在零。那你可以把它改成，是根据坐标来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墙壁往后退，就是这个现象。然后再来就是说地板，那地板你一样是用硬边界。那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它就是这个状态。我就是说，我们把这一个扬声器放在这个地板跟墙壁上，再来就是说，我们也很简单的给一个速度。哦，那这个速度呢，其实我们给的是法线速度啊。我就简单的给一个法线速度。那选择区的话，其实来讲，你只要点选这一个振膜的部分就可以了。你只要把这个振膜的这个旋边，还有振膜面，还有防尘盖这个地方，把它选起来就可以了。在这个地方。哦，那这边的话，我们的速度呢，就选择速度。哦，那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 x 轴往这边是负的，往这边是正的，这边是负的，所以我们声波是这样子传递出来，所以它就是一个负的状态，所以我们这边是输入负的 V0，因为我们 V0 这边是正的嘛，那我这边就是给它一个负号，然后就是往这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输入这一个。直接输一个负0.01哦，这也可以。再来就是建立网格，所以说这个网格我们只有建立，因为我们是模拟这一个
外部的这个边界，外部的这个无线空域，所以说我们网格呢，就只有建立在这一个音箱跟这个桌子的这个表面，所以我们使用的网格就不是任意四面体，我们用的是这一个任意三角形，哦，因为我们只有切这个面，外面这个面，那这边我们就直接选。这边可以直接选一个所有边界，然后尺寸呢，我们直接从这边做修正。这个刚刚也有介绍过啊，直接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波长，我们这边是取四啊，你也可以让它不再小一点啊，因为计算上的问题啊，所以我就把它选成四。我们网格就没有把它切得那么的密。啊，因为这计算上，因为这一个边界元素哦，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你是算外面的无限空域，所以说它的计算时间就会稍微久一点。哦，那以这个案例来讲，大概计算大概30秒左右，差不多。哦，那这时候你就直接输入这一个 F0，哦，求一 K，你就可以直接做计算。它这一个。这个范例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 BM 它是怎么样子的去设定跟计算，它的差异性就是在于说，它的材料的选择跟它物理域的选择，我们选择都是无限空域，无限空域是外面的这一个空域，也就是外面这里，它不是计算内部。哦，内部的话你可以用 FEM 的方式去算，再来就是说它在计算上会稍微久一点，但也不会说太久，除非说。你这两个，你这个网格你切得非常密，哦，那计算量就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底下这边可以看到它计算的一个时间，哦，大概算47秒左右。那电脑效能好一点，可能就是可以到30秒，哦，那不等。所以这一个设定我们来讲，我们并没有设定的很复杂，其实我们就是给一个速度。那网格，那网格建立的方式呢？其实基本上它也是跟刚刚我们那个深固耦合的模拟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后厨，其实大家可以先点选一下预设的一个空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修正。哦，因为在后厨里面来讲，它其实预设都是在这一个整个框框里面。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有点不符合我们的需求。那我们先来做一些修正，大家可以对这个结果按右键这边有一个参数，因为我们待会会画这一张图，待会会画这一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其实我们要先界定一个球形的半圆给它。哦，那这个半圆呢，我们设定成 R0， 对，大概是0.5公尺，你也可以设定成1公尺，一公尺那个圆就会比较大。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有介绍到的资料集，哦，资料集就是这一个，然后 BM 呢，它会根据这一，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算的其实都是外面的无限空域。那所以说变成它会给它一个界定的空间，它就是给它一个格点 3D。 那如果说预设的格点 3D 你点选，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这个空间就很大，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声压这个画出来的这个范围这么大。那因为这个范围这么大，是因为我们这个多重切片这边我们给的这个面数这边是一，我刚刚在画那一个深固耦合的那个切面的时候，其实也有简单的示范过，所以我们要修正就是这一个位置，格点 3D。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个画的跟我们设定的这个条件是一样的，我们的空间是只有墙壁跟地板，所以说在 X 这个地方最小我们就是那个墙壁，那最大可能就让它到负一就好。所以它正前方一公尺，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它的 X 轴后面这边是墙壁，
前方一公尺，就是这样。后面是墙壁，前方一公尺。那 Y 轴的话，其实它已经符合在这一个生产内，所以这 Y 我们就不动。那 Z 的话来讲，我们最底部就是我们的最小，最大是 0.47 嘛，最上面是 0.47， 最小就是我们的地板，所以这我们就把它摆成地板。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个伸长的样子，我们把它界定出来。那底后面这边是墙壁，底下这边是地板。那你就会发现，你再点一次这一个预设的结果图，它其实就会做一个改变。那我们这个我们也会去设定，就是说，那待会这边会跟大家讲怎么修正这个切面。然后我们这边待会也会画出这一个它前方的这个升压的样子，所以我们也会给它一条这个切线，一样在这个结果这边会有一个切线 3D。那其实如果切线 3D 你看一下预设，其实就是说它没有值，那它这个必须要选格点 3D， 你就会发现说在格点 3D 里面这个生长里面它画了一条线。但这条线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要的是前面的。那其实你可以，其实这一个的设定方式其实跟坐标是有关的，就是把这边我把它改成一个负一，那这条线自然就在前面，我画的就是这条线。你如果说这边是一，那最大到一嘛，因为 x 是往那个 x 正是往这边嘛，那你画出来就是在后面这里，所以你画出来声波就会很小。为什么？因为后面没有声，所以这边就会把它改成负。所以我们待会画出来的升压呢，就是在前面这一段。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这一个，比如说像这个多重切片。那这一个的话，使用的这个是面数啊，就是说我在这一个 X 方向，我要一面或两面，你可以把它改成。像坐标，那我们刚刚一直有讲的这一个 X 墙壁的坐标，大家就会发现说 X 面的这一个切面就往后推。那同样的这个 Z 也是一样，那你就是把它改成坐标。那你其实就会发现说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所设定的这一个条件。那当然这个外面你可以把它设定成零，如果你设定成零的话，它其实这边就没有切面，你就会知道它这个整个空间是这样子。那这个升压级我这边就不改，大家上课的学员可以自己去做修正。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画一个这一个图形，我们怎么把这个图形画的？就是它这一个类似像这一个它的生产的空间这个球形。那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3D 绘图群组，那这边可以直接写一个生产。那我们选用的这一个绘图的工具呢，是选用这个浮色模型。那你如果用过早期的比较早一两个版本的 Camsol， 那它写的是原厂。那现在它改成浮色模型。那在这个浮色模型里面，第一个表示是你所制定的是 R0。那这边单位是 m， 那大家其实如果画表示是 R0， 其实大家可以先按绘制，它其实就是给你一个球体，但是我们只要一半，那就是我们可以更改这一个仰角数，让它更为细致一点，我们把它改成30跟50，你就会发现它这一个球形变得比较光滑一点，
我们要取的这一个方位角的这个数量比较多。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说限制，限制就是说你无限制，就是说我就是全部都是360度，但是我们没有要360度，就变成说你这边可以要改成一个180，那我只要一半就可以了。那这个球体的这一个半径呢，我也可以，这边其实你也可以直接 E 啊，那或者是说我们直接 R 里，不修正也是可以，不修正也是可以。啊，再来就是它的颜色，那你颜色的转换，你可以隔点让它粗一点。哦，这个其实都是绘图的工具啊，就是绘图让它显示出来更美观。啊，再来就是说那。这个音箱我们要怎么把它画出来？那我们就给它一个表面。那这个表面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直接输入一就可以了。然后底下这个着色我们就是均匀灰色。那再来就是说，这个要我们会给它一些线条，哦，那我们就是给它一个线，那线的话一样也是一样，那这个线条我们可以让它是黑色，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音箱外面就开始会有一些线条，你也可以让它是红色，然后它就是变红色，那外面的这个辐射模型呢，这一个。色彩，然后这边是用色彩表示式去画，我们色彩表示是因为我们是只有一个空间嘛，那这一个我们这个色彩表示不一样，我们可以把色彩表示改成是像跟生产有关的，那看起来就会比较漂亮一点。那这一个外面的这一个球体就是跟我们。它这个色彩的这个分布就跟我们的升压启示有关。最后我们就是画出刚刚的这个升压。那这个，那我们给的是线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资料集里面，其实我们已经设定好切线 3D 了。我们就给它一个线图，那我们选择资料集就是切线 3D， 它就会帮我们做出这条图。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模拟的第二个范例，就是这一个 BM 的扬声器 BM 的这个声场的这个模拟。那后面其实大家也可以输入。这边也介绍一下，就是说像输出图片，你可以把这张图片做一个输出。那你这边要选择这个输出的来源。那你输出的时候，你要包含就是说你的版面你可能有标题，或者是色彩标签，或者是你的格点轴方向，好，这是轴方向。那我们输出的位置是哪里？比如说把它输出在桌面，我直接按输出，那这里我就可以有一张输出的图，那我也可以把它输出到这个简报里面，那我这个输出的方式呢，可能到 PowerPoint。那我直接按输出，到这里来的时候呢，我可以直接在 Console 里面贴上，那它就会有这张图。哦，这也是 Console 一个从上一版有的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说我可以将图片输入到这一个 PowerPoint 里面。
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上一个范例，我介绍的是输出简报，然后这时候可以输出一个报告。那这就是我们输出这个 Word 档的报告，我们刚刚做了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一些设定，还有一些方程式。哦，这个方程式其实就是简单的波动方程式，那这是 K 的这一个变数。然后那底下就会有我们所模拟的这一个结果图，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范例。Speaker 的一个 BM 的生产的模拟，哦，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有更多想要学习，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或到我们的官网上，我们都有 Console 的 Tip and Tree 可以让大家去做学习，哦，或是加入我们 Line 的群组，那我们也会在上面发表一些技术资讯啊，或者是说课程的资讯，还有我们的粉丝团。那在模拟的话，其实不可或缺就是我们的计算硬体的空间，那或计算的效能。那我们公司也有代理一些工作站，也可以跟我们做联系。那我们其实也不只只有 Console 模拟，那我们有大数据啊、自动化分析这一些。那如果说工业界的前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做联系，然后我们也会给予相关的协助。这是今天的课后问卷哦。那下午还有一堂就是说电化学的课哦。那早上是由我这边跟大家解说声学的部分哦。那大家可以填写一下课后问卷，对于说今天的课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像这个未来想要听什么样子的课，那也看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可以来询问。哦，那这边刚刚有上课的学员有提问，就是说我如果说网格的尺寸的那一个参数，我怎么把它取到这个 APP 里面来。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说，你可以将这一个网格尺寸作为一个变数，哦，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设定完了，你放到 APP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边就已经设定好了，哦，当然这两个都是变数啊，所以说你在放到 APP 里面的时候，你的 C0 跟 F0 你也要把它放进去，你才可以针对这个网格尺寸去做改变。但是如果说今天我想要改变这一个最小元素尺寸啊，或者是最大元素尺寸。那如果每一个都把它变成参数，其实有时候参数会很多。那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边有个资料存取，你可以把它打开，那你勾选这一个，你就把它关掉，它其实还是在，它还是在。那这样子，这个最小元素尺寸它其实就可以放到这一个 APP 里面来，用一个空表单让大家能够理解。哦，在这个空表单里面呢，其实我们这边有个编辑器工具，我就可以把这个最小元素尺寸放到这一个 Console APP 里面的。哦，那你如果说我今天还要再开启其他，因为你会发现说这边只有最小元素尺寸，那你如果说我今天要再开放其他的参数，哦，我一样是用资料存取，我把这些都打开。你就会发现这边的这些词就可以开放到这个 Console App 里面了。哦，那我就可以把它选择到这个 APP 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其即使我在 APP 里面修正了这个几何的样式或尺寸，我依旧可以去修正它网格的尺寸，哦，让它更为弹性化。所以，这一个这样子解说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吗？就是说，刚刚有一位学员询问说，APP 让
用户可以改变几何，但是可以改某个尺寸。除了说你把它定义成这一个参数之外，哦，那你也可以利用这一个资料存取的功能去把它变成一个变数，这样子 OK 吗？哎，对。好，那我也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网页，我们皮托科技。那大家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就是说提问。这是我们公司的网页，那其实基本上，大家有时候可以在这边搜寻一些资讯，譬如说像刚刚有介绍 COMSOL 的一些小技巧，或者是说我们针对每一个主要的功能，我们会做一些讲解的影片啊，或者是说功能的介绍。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书籍可以来参考，像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 APP 的这个书，哦，那里面有一些功能跟讲解，其实在这边都有。那声学的部分这边有声学的中文书，然后如果说像基础学习的话，会有这种像快易通，或者是说像化学类的哦。下午的话，我们有另外一位工程师讲解这个电化学的部分。那我们这边其实 COMSOL 也有像化学类的跟电化学电磁模拟的哦。那如果说像电子类结构的，我们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书籍可以让大家去做学习。那时间最后5分钟，看大家，因为最后10分钟是一个 Q&A 的时间，哦，那大家可以针对说今天上课的内容，今天早上上午上课的内容，什么问题的，你可以在这边再提出来。哦，那这边也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有做了 APP，哦，那你如果做了 APP 之后，你觉得这个 APP 做得不错。哦，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compile 的这个功能，你可以把它 compile 打包变成另外一个独立的执行档，那这个独立执行档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一个没有装 COMSOL 电脑上面去做运行。哦，那只是说这个编译器这个 compile 这个功能呢，如果您今天用的是试用版，哦，我们是没有开放给大家。那当然，因为这个也是主要的产品之一啊，所以说这也是算是一个主要产品，所以这也是。比较属于是像付费的功能。哦，那你如果说你已经做完一个 APP 之后，其实你也像我们公司的话，有架设一个 server。哦，那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 console server。那你做好这个整个 console app 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整个 MPH 档做一个储存。哦，那你储存之后，你就可以把它上，我们就可以把它上传到这个 console server。那使用者呢，就可以透过像我刚刚这样子，透过账密登进来去做 APP 的使用。那当然这是透过网络，所以说你也可以就是说透过手机或平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个 APP 这个功能，在这个 APP 这个表单这个地方，它的设计的这个样板，它会有针对平板跟手机。啊，因为你如果说这个 APP 是放在 server 上的时候，我可以用手机啊或平板去做一个登录，这样。这也是今天的一个补充。那这个就是模型管理啊。如果说大家有用到 COMSOL 6.0的部分，那这边就会有一个模型管理。那这个模型管理其实它，我就是先在我的电脑上。哦，给予一个空间。好，反正就是我会在这个我的低潮里面设定一个空间，然后呢，它在开启的时候，它会去。抓我这个储存空间的位置，因为这个连接很好。那当我抓到这个空间之后，我就可以去点选，比如说我有做5.5版跟6.0版的一个差异，我在里面其实有去描述说我做了哪一些修正。在这个内容里面这边，我可能可以去找到说我有哪一些修正。
我们可能在5.5版，我可能只有做词跟声部 over，我词声部 over。那在6.0版里面，我可能有增加的这一个辖区声学，有辖区也增加了这一个模态响应、模态分裂的这种特征频率的求解。那我从这两个版本，我就可以去看出来我的修正的地方。基本上，这个是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一个课程内容。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也感谢早上大家的与会。哦，那你如果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在这个问题区或文字消息区提问。哦，那也可以再来信跟我们做讨论。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哦，感谢大家的。